不是拍，他现在已经进去了。我知道，你转两圈让他拍好吗？嗯，开始了是吧？双手过来很转，现在就是有问题的状态。就这样转动，就是把那个毛刺给它搞掉，是吧？磨死，磨坏了就行。好，一试一下就可以了啊。Okay. 然后再找那个。然后这个螺丝刀。哎呦，我的指甲！用这个特写。放一边还是放半边嘛？半边差不多了呀。啊。半边可以。